要开始录了啊，开始录了，来哈，好，来。偏偏我是台湾人，一到啊第四件，看不出大中国心魔的光丽啊真，飞弹风雨，两手啊牵你，想叫你爱情听死搁认查某，这几年经验着做官，爽甲，爽甲。斯德哥尔摩的尽头，豆头发展地发展。听咱阿扁啊，逐年二二八伫遐讲，民主时代任何人拢无原罪。啊，真感动，真感动。撇开圣经，我找你；不讲强烈，我三无。基督徒念字经，有教导静悄悄。教授学者有的也在困。佛祖啊，上帝啊，数千年的二二八，敢是死了伤少吗？2005年有听一位敬爱的外省老阿伯伊讲，228的基隆港。浮尸片港，海水猩红啊！你可知道，那些死去的人都是咱们中国人啊！感动啊，感动！偏偏我是台湾人，啊，那个埋怨的人啊，不简单哦。然后那个第二首就是我那一天去看那个阿扁总统哈，啊，看完了以后啊，就阿荣姐啊，就给他，人也而且做真多的功课啦哈，因为要考虑到个总统府啦哈，其实人也载到个桃园茶头啊，做人也扛下来，其实是松皮的啦。啊，爱煮七家煮行到个桃园茶头买种茶叶店，家里落水啊，个水房啊吼，真煮到个味啊，比比惨，你莫急人诶，是无？啊，煮等落泡茶落去，一双泡茶啊，煮结结下去了，个心片啊，啊，煮结结下去来啦吼。很多村哦，啊，讲好老诶啦。因为我想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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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我的阿母哦，阿娘话是安怎放恁乖囝放下？我的阿爸，1947年的春天，敢是亲像今年的新正，正尼啊寒嘞。好，这个是那一天是跟你写的啦。哎呀，就这种秘诀哦。第一步都读到一个问题啦哈，什么问题？那个诗的，那个诗的那个名啊，都两个光妹的啦哈，啊，没很多用的葫芦巴来来念啦，俺那娘下头哈巴来也念嘛，两个戆查某，客家姊妹真勇敢，漂洋过海去冒险。飞机一坐一天外，坐到脚掌硬通疼，地头星座话不通，美国的文字嘛看无，敢来伫机场连回静静看，隔壁出口有人为伊心上欢。这个杨医师啊，伊个一讲啊，就话就去第三出口，伊去第四出口伊在等嘛，等两点钟，伊等两点钟，阮直接关，直接连了，结果阮要去拍电话。